兄姊妹早晨，今天应该是我们三年多以来第一次没有现场直播的主日崇拜。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邀请你站立，向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说声早晨。今天很高兴可以在教会里面见到你。今天也是母亲节，我都想祝各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看过一篇的灵修经文的分享，就是关于神藉着母亲的爱将爱这件事带到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母亲她不眠不休地去照顾我们。当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母亲去教导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的母亲会去指导我们。当我们伤心失意的时候，我们的母亲会去安慰鼓励我们。而我们今天去感谢母亲对我们爱的时候，亦都去思想一下神是如何藉着母爱去彰显祂对我们的爱。神在我们未出世之前就已经认识我们，神当我们还在母腹中就已经覆庇我们，神就是如此地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谁将你如此认识我，在我四周前后环绕我，我奔跑，我躺卧，我坐下，我起来，全部你也细察清楚。
思想神的爱，我们都需要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多谢敬拜队带领我们唱诗来到去赞美神。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所敬爱的母亲祖母他们来到庆祝他们的节日，我们来到去恭祝他们，让他们来到去身体健康，让他们来到去更加身心灵来到去蒙福，亦都提醒我们在耶稣做子女的，我们要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保罗说，这个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这个呢，不单止在这个母亲节的当中，我们不单止来到纪念我们的母亲，她对我们的辛劳，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无私舍己。在耶稣都想念那些没有孩子的母亲，亦都想念那些无母亲的孤儿，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母亲，成为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祈祷。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祷告。
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多谢你，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母亲，让我们来到去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舍己、无私的爱，那个呵护、明白。主啊，我们感激这些的母亲和祖母无怨无悔，对我们的养育，对我们的忍耐和照顾。神啊，我们特别为到这些的母亲祖母，我但愿你来到去赐给他们每一个健康平安，又安慰那些没有孩子的母亲，没有母亲的孤儿，为到那些未信主的母亲，我们恳求你，你的救恩早日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都蒙福蒙恩。我们要特别为到那些失去母亲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想起怀念着正思念母亲的爱的时候，在那个难过或者有伤感的时间，主啊，你以爱还爱，你以安慰来到充满他们。恩典的主，我们都为到我们教会一个属灵的家到祷告，为到我们要聘请要的候选人彭振国牧师夫妇来到祷告，直到6月3号有一个的座谈会，让我们彼此更多的了解认识。主，让我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会众当中，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当中，在我们的领袖的当中，也都在他们夫妻的当中，以致我们更加来到去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又行在主的旨意的当中。上主，我们为到这个家，我们实在爱这个家，我们为到教会在5月27号这个堂会的郊游，为到6月10号我们的专题讲座，我们为到台湾的短宣队，为到平安计划步行的探访，也都为到这个培德中心、培德学校，我们来到祷告。天父啊，你托付给我们这些的圣工，愿主你带领来到祝福这个家，圣灵来到帮助带领这个家更加的茁壮成长兴旺。仁慈的天父，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为到教会的领袖来到祷告。神啊，我们恳求你来到赐给他们智慧属灵的洞察力，给他们谦卑的心，可以各尽其职带领教会在这个时代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人。爱我们的天父，你是医治的神，我们恳求你医治梁陈素香 Annie、 谭瑞兰、梅这个林艳芬、余建辉、伍大可他的母亲和他们的三姐夫、谭太、凤婵、苏云，还有梅可可和一位梁弟兄。神啊，我们都求你来到去医治那些感染病毒的，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忧郁里面的，找紧工作的，在校园读书的小蚊仔，也都为到在那些被囚的出外旅行的。神啊，我们但愿你保守这些有需要的人，赐给他们信心，盼望医治他们到完全的地步。神啊，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为到大牧师夫妇，为到他一家来到祷告，你最清楚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未想未思想的你都知道。求神你上尖下流，绰绰有余的供应他们，满足他们，圣灵充满他们，大大的使用他们，
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的供应，我们现在将金钱、时间、生命再次奉献给你，将我们的心再次等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叫你的国度可以扩展，福音可以兴旺。全能全知全爱的上帝，我们将普天之下所有的敬拜聚会崇拜之后，我们有众恩团契，有大大小小的 meeting， 我们的会友一起的相聚交通，或者特别真的今天庆祝母亲节的家庭，求你都全然来到与他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现在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如果不明白奉献呢的意义的话，你暂时无需要参加的。现在奉献的方式呢，可以用二维码，可以寄支票回来教会，或者将你的奉献放在右口柱的奉献箱。今天呢，我们呢有大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现在是读经信息的时间。我们呢就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就是顺从神的门徒。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大牧师这一排都是讲使徒行传，所以呢他都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六节至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到去诵读这一段的圣经，预备起。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门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禁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我们将时间交给大牧师。好，弟兄姊妹早晨，母亲节快乐啊！咁啊，顺从神定顺从人咯？咁啊，今日母亲节都应该顺从阿母亲咯。即系其实啊，咁头先都即系无论阿 Ivy 啊、阿宋传道咧，都恭祝个在座嘅母亲咧，即系母亲节快乐啦吓！即系无论咧母亲、祖母，甚至咧有时候我觉得系属灵嘅母亲咧，我哋都要去多谢。咩叫屬靈的母親呢？其實即係在座咧，女士咧都可能喺你嘅即係基督徒嘅人生裏邊，唔多唔少都做過啲牧養啦嚇。牧養可能嚴重啲哦，起碼教導啦，或者提醒一啲會友嘅工作係咪？其實咧，付出嘅呢一啲提醒、教導或者少少嘅為佢代禱，其實咧已經對嗰個會友嚟講咧，或者嗰個弟兄姊妹嚟講咧，都係一種牧養嚇。即希望咧，都恭祝大家，你曾經都係屬靈嘅母親嘅，我哋都恭祝你咧，母親節快樂，好嘛？我哋用一個禱告去開始，好嘛？好，天父，我哋多謝你，實在咧感謝你自己嘅恩典，讓我哋今日喺母親節裏邊都能夠嚟到你嘅聖殿裏邊，我哋一齊唔單止慶祝，我哋一齊去敬拜你。我哋知道咧，昨天今日咧都有啲團契，佢繼續去慶祝母親節之餘，我哋仲走埋一齊去敬拜你。主啊，求你都纪念到呢啲聚会，纪念到我哋弟兄姊妹，更加咧就好似你俾我哋嘅爱咁，我哋能够去活出嚟，我哋去分享俾人，去彼此相爱。我哋多谢你，求你祝福咧今日嘅话语，愿你自己话语咧去造就我哋嘅弟兄姊妹。我哋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名字，阿门。其实咧由我去讲母亲节咧，其实都有啲即系惭愧同埋内疚咁啊，好似应该唔好揾我讲啊嘛，即系我记得有啲弟兄讲过话啊，有咩每天都系母亲节啊嘛，系咪？应该揾佢嚟讲，会有啲即系比我更加 passion 啲啊，有多啲情感啲系咪啊？即系尤其是我一个自从咧即系我读大学之后咧，其实已經即係配咗搬咗出去住啦，去咗外國讀啦，跟住翻到嚟咧揾到工之後咧，我又搬離咗父母嗰度住。
咁結婚之後咧，又冇同父母住喎嚇。咁跟住以前喺學校工作喺香港嗰陣時啊，好忙啊嘛，忙到咧其實都係啲假日啊、節日啊，就先有機會去探下父母。所以咧，好似真係，唉，越講好似越慚愧啊！唔知有冇有啲人好似我咁咧啊？咁啊，不過即係當然啦，母親節都要睇下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有啲故事的，相信大家都聽過嗬。即係阿媽食飯咧啊，有雞有魚啊，嗬，次次都夾個雞頭、雞尾、雞屁股俾自己，個魚頭俾自己，咁咧將最好留翻俾仔女，係咪啊？都聽過呢個故事啊，嗬。咁個仔女咧，只要哇，原來阿媽中意食呢啲嘢，好啊！咁啊，到阿媽年老嗰陣時，點啊孝敬佢嗰陣時，哇！阿媽，我請你食飯啦，全部俾曬雞屁股啊、雞魚頭啊佢啊，係咪啊？跟住阿媽望住自己嗰碟嘢，流咗兩滴眼淚啊，係嘛？大家知點解啊？嗬！其實阿仔啊，我唔係好中意食呢啲啊，啊不過咧，即係啊，我想將最好嘅俾你啊，嗰啲我就食啊。咁即係呢啲叫咩啊？呢啲叫即係後知後覺先知道母親嘅偉大係咪啊？咁啊，即係呢個故事，我唔知道會反映到幾多啦。今日咧，我哋睇嘅經文咧，即係叫順從神嘅門徒啊。即係勉強嚟講咧，都即係頭先個故事咧，都係關於一個聽從啊，聽唔聽從你母親咧？即係咁都信阿媽係中意食雞頭、雞尾加魚頭嘅。啊！不過原來真係有人中意食喎，我記得宋姑娘都好中意食魚頭嘅啦。啊，咁啊，即係順從母親定順從神咧？嚇！咁喺呢個題目上邊咧，即係我哋頭先都介紹過，我哋今次即係都好想我哋去學做主嘅門徒啦。由《使徒行傳》去睇嗰陣時候，就睇下即係使徒究竟佢點樣順從神法啦嚇。特別咧，即係其實我哋都睇到即係一路一路順從神。或者在聖靈充滿之後其實在《使徒行傳》裏面這些教會都一直都發生了很多很多挑戰很多挑戰那我們又今天就是看一下是的其實今天就是母親節應該講一些就是母親的信息的好像剛才宋傳道幫我們讀的那兩段經文都有是不是出埃及記其中講到十大戒命的時候就說叫我們孝敬父母在你的日子耶和華所賜你的得以長久所以保羅在以弗所書六章一至三節那裡就說了這個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那這個真的我們要遵守的那遵守聽媽媽話還是聽神話聽媽媽話還是聽神話呢那這個選擇究竟是不是只可選其一呢還是說兩者不可以兼得的呢首先咧，頭先我哋講到啦嚇，即係如果睇《使徒行傳》咧，當聖靈臨到教會或者聖靈臨到使徒身上咧，佢哋就發生咗好多能力啊！咁甚至咧，能力之後咧，我哋睇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啊！咁啊，所以聖靈能力臨到咧，其實咧，我哋相信咧，都挑戰都會臨到。咁挑戰臨到之後咧，其實得勝都會臨到啊！點解咧嗱？在第五章其實都看到一些端倪或者給到一些結果我們看到的看到個過程或者、啊、去到第五章其實都其實頭幾章都是很峰迴路轉的去到第五章特別有峰迴路轉、啊、記得第一章的時候耶穌即是重溫一下耶穌臨升天之前呢去吩咐門徒什麼、啊、即是第一章的時候講到是不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去為我們做見證跟著使徒就開始經歷了真的聖靈臨到你們身上開始 去經歷很多不同的東西不單止去懂講別國的語言跟著還看到很令人振奮的三千人信主跟著五千人信主又去為人去醫治、趕鬼甚至去到之前那章就咩話變賣財產大家係咪啊？凡物公用同心禱告讚美神啊嚇！咁呢啲都係一啲好事喎。但係調翻轉跟住就有啲挑戰喎，有啲挑戰喎開始被帶啲使徒被帶到公會去審問去到呢一章咧，唔單止審問咁簡單要坐監喎，要有代價喎。所以我哋睇到其實聖靈充滿都唔係一定話。所有嘢風調雨順啊，好路路暢通啊，其實都會有啲障礙嘅嚇。不過咧，我覺得聖靈充滿咗之後咧，就俾啲使徒，甚至俾我哋都有個提醒，就係我哋有一個信心，我哋知道點樣去面對，可以靠邊個去面對呢啲挑戰，我哋更加去勝過去。
嚟到今日第五章咧，唔单止有人坐监，仲有人因为咧死，仲有人咁样死咗吓。点样死咧吓？不过当中咧都见证到咧圣灵喺里边嘅大能啊吓。嗱咁啊，其实咧点样死咧？我哋今日咧头先读嘅经文咧就 cover 唔到嘅，就唔到嘅。咁如果有圣经咧，大家可以一路睇住《使徒行传》第五章咧，一路睇落去啊吓。咁其实讲紧嘅就系之前嘅即系第五章嘅开头嗰一段。咁如果有大家睇過聖經好多次都知道呢一個故事啊，關於亞拿尼亞同埋佢太太啊撒菲拉嘅嗰個故事。呢個挑戰係咩咧？今次呢個挑戰係欺哄神啊，欺哄神啊！即係有時我哋如果一間教會啦，或者我哋個人都係啦，被一啲罪咧去網羅住啊，即係一啲困擾住咧，其實好難站得穩再走落去。不過咧，即係我自己嘅感覺都係神好愛我哋，亦都好愛教會啊！嚇，即係喺今次呢件事件，如果你有睇咧嚇，神咧讓彼得咧知道亞拿尼亞同埋撒菲拉嘅行為同埋動機。咁其實好難知一個人嘅動機係咪啊？不過咧，即係當彼得咧處理呢啲事嘅時候咧，我深信咧都係聖靈咧喺佢背後去講嘢啊，即係或者帶領彼得咧去認識啊，當然究竟撒菲拉同埋亞拿尼亞究竟佢嘅動機係點咧嚇？究竟點解彼得會知咧嚇？我除咗即係相信彼得咧有一個好敏鋭嘅聖靈同佢講説話，同佢以前咧好唔同啊！如果你睇彼得之前咧嚇，即係可能佢嗰陣時真係未被聖靈充滿，你都唔知啊，或者頓頓地啊！你記唔記得佢曾經勸過耶穌啊嚇？不要上耶路撒冷啊！即係耶穌話要上耶路撒冷啊，上十字架面對呢個死亡啊！佢認為咧，即係彼得係調翻轉，佢認為咧神，你係尼賽亞嚟噶嘛，你基督嚟噶嘛，唔需要受死啊嚇！咁嗰陣神耶穌記得話佢用咩啊？耶穌用個字眼就話佢咧體貼人，唔係體貼神係咪？用嘅字眼其實幾輕微噶啦，體貼係咪？體貼原文嘅意思其實即係體貼嘅意思，即係諗一諗嘅，諗下啫嚇。咁但係今次咧，佢就話佢欺哄喎。頭先啊，今次彼得去責怪佢欺哄，諗一諗體貼人，唔係體貼神。今次咧，彼得就責怪佢咧，你係欺哄神，欺哄神啊嚇。咁啊，即係嗰嚴重性咧強好多啊。所以咧，去到五章第四節嗰陣時咧，佢話你哋唔係欺哄人，係欺哄神啊。咁佢就知道咧，即係彼得就知道咧，原來撒旦充滿咗呢個亞拿尼亞同埋撒菲拉嘅心啊！我哋知道咧，即係教會咧又一次即係經過一個挑戰啦嚇。雖然即係有件咁嘅事，不過咧即係我覺得神咧係好好嘅，佢睇得到人嘅心。一班信徒好倚靠神嚇，有一班信徒好倚靠神，佢一定會喺呢啲苦難之中、患難之中或者挑戰當中咧，會帶領我哋經過。即係如果發生呢件事發生喺今日嘅教會咧，都幾麻煩咯。即係又要指出一啲人咧，你有冇欺哄神啊、欺哄聖靈啊，甚至喺度欺騙啊嚇嘅事嘅時候啊。不過咧，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喺呢度睇到啦嚇。即係雖然《使徒行傳》去到第五章，教會好似好興起係咪啊？不過咧，你會知道即係其實喺呢場嘅爭戰裏邊啦嚇，即係屬靈爭戰裏邊，有時咧真係要站得穩咧，先至得勝。亦都因為當時即係經過第四章嗰班使徒、嗰班信徒咧，有一樣嘢好寶貴，係咪同心合意，成日去禱告，同心合意一齊去讚美禱告。即係我相信呢個同心合意咧，就能夠釋放到即係聖靈嘅能力。我哋眾人咧都係連於基督，係咪啊？即係我哋會受限制嘅，但係主咧就唔會受限制。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睇到成個團隊咧，呢個團隊我哋自己一個教會裏邊咧，我睇到咗，即係每一次咧嘅教會嘅得勝咧，都通常係由一啲挑戰去開始，一定有啲困難，有啲挑戰，有啲勝。我哋咧得救咧，梗係一次，我哋話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係咪？我哋信靠主就有保證，有保證，有應許啊嘛，係咪啊？但喺屬靈爭戰裏面咧，通常大家都明白嗬，唔會係一次挑戰完你贏咗之後咧，或者勝過咗之後咧，下次就平平安安，可能都有一段平安嘅日子。不過可能面對咧下一次更加大嘅挑戰，係咪？
即係我哋作為即係弟兄姊妹啊，神嘅兒女係咪啊？即係唔好諗住今次啊，我勝過咗啊呢個病啊，或者呢樣嘢咧，我今次勝過咗挑戰完啦，下次一定係平安無事啊！其實可能下一次咧，即係我哋嘅仇敵，我哋撒旦可能會下一次再用第啲方法，甚至重手啲去對付我哋。啊，不過即係呢個好視乎咧，我哋究竟有冇被神去依靠神啦，有冇被聖靈充滿啦，或者我哋有冇喺神裏邊咧扎好我哋嘅根基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今次啱你面對完挑戰咧，大家準備好接受下一個挑戰未啊？特別咧，面對呢啲挑戰啊、困難呢啲咧，對我哋教會嚟講咧，即係基督徒，如果你翻咗好多年教會，真係啊司空見慣啊，每年都有啊，甚至有時每日都有嗬、啊，即係分裂啊、紛爭啊，對大家嚟講咧，應該都唔會好陌生。大家唔知真係有冇發覺到啦嚇？頭先我講每一次挑戰咧，如果我哋真係又能夠同心合意勝過之後咧，我哋能夠倚靠神，我哋站穩陣腳之後咧，即係信嘅人。都慢慢多起嚟，係嘛？大家相對於即係比起喺疫症之後啱啱開嗰陣時候，係咪2021年？我相信我2021年啱開翻教會嗰陣時候，係咪其實好少人啫嘛？係嘛？嗰陣時候我哋仲限制啊，不如50人裏邊咧，因為要坐得疏啲啊咁樣，係咪？咁慢慢，其實呢啲挑戰我哋勝過咗之後咧，即係而家都鼓勵都弟兄姊妹啦，甚至我哋即係冇一個現場直播，都鼓勵弟兄姊妹，我哋要同心一齊翻到嚟。因為回到嚟嗰種敬拜咧就好唔同咯，嗬！即係可以喺你隔離笑下、傾下偈啊、握下手啊、搭下膊頭啊，甚至問下近況啊，同咧大家坐喺網上邊睇咧好唔同啊！咁我哋今日咧即係講到，其實咧即係我哋知道，即係得勝又會臨到啦嚇。咁我哋講緊順從神，咁佢喺順從神係點樣先可以順從神咧？咁我自己睇咧都應該有幾個基本條件咧。我哋咧會知道嘅嚇。第一樣嘢咧就係點樣順從神咧？第一樣嘢，我哋要順從嗰個神係咩神？你一定要認識佢先啦嚇，一定要認識佢先。所以咧，頭先亞拿尼亞嘅事件，撒菲拉同埋亞拿尼亞嘅事件，話俾我哋聽啦嚇。第一樣嘢咧，其實佢哋真係可能唔係好認識神。點解咧？因為佢哋欺哄神啊。其實我哋認識嘅神咧，基本上都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噶嘛，無所不能噶嘛嚇。你點解仲要去？呃佢咧嚇，即係點解要呃佢咧？我哋又即係諗下，其實都可能有個原因。咁啊，點解咧嚇？因為早期教會咧，其實頭先講過啦嚇，有一段時間佢哋變賣財產係咪啊？個心好火熱啊，一齊住去繁物公用係咪啊？繁物公用嗰陣時咧，即係應該群眾都有啲壓力嘅嚇。咁啊，如果人人都願意變賣自己啲嘢攞出嚟嗰陣時候。咁啊，可能係一件好事啊，但係對於多嗰啲人咧嚇，對於我咧冇所謂啦，冇乜啊嘛，係嘛？但係對於在座啊健康叔叔嗰啲好多噶嘛，係嘛？咁啊，對於你哋嚟講，可能好有壓力㗎，係咪啊？咁啊，咁啊，我相信咧，可能亞拿尼亞同撒菲拉都係有壓力嘅。咁點解咧？即係亞拿尼亞嘅名字叫咩啊？嘅耶和華俾嘅恩賜係咪？撒菲拉咧嘅名字就係美麗啦，或者叫藍寶石啊。咁啊。他們當時即大家一起繁物公用變賣財產的時候，他們都要問一件事，究竟他們面對人還是面對神呢？賣多少呢？當時為什麼他們會欺哄神呢？我們相信他都可能是選擇了去面對人。其實你變賣了你的田地財產，其實你自己分配而已，其實你可以由你自己作主。不過他們就告訴教會的領袖聽，這些是我們全部的，不過他就自己收了一些，是吧？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得出，其實中間是有些什麼不同呢？其實你告訴人家，我捐一部分那就可以了，其實件事就沒有了，是吧？應該沒人會挑剔他們的，你不買完啊，留下三分一給自己，應該沒人會挑剔他。不過我估佢可能即係當時都會唔會有啲群眾嘅壓力咧嚇？面對呢啲群眾嘅壓力嗰陣時咧，就係我哋正正好我哋即係去人生啦，我哋嘅生命就係面對人啊，定面對神，我哋都可能會面對呢啲壓力嘅嗬。有時都會有 face 嘛，中國人嗬，要有 face 啊，我哋都會體貼人啊，要有體面啊，要人啲
敬佩我哋啊！哇，幾犀利啊！人哋捐咁少，我全部 all in 捐曬出嚟啊！但其實調翻轉，佢留翻俾自己嗰陣時，原來佢係喺度欺哄緊神啊！所以咧，即係加拉太書六章七至八節話俾我哋聽咧，即係佢話神係唔好自欺啦嚇！神係輕慢不得嘅。你種嘅係咩？收嘅係咩啊？順住情慾去撒種嘅，從情慾去收敗壞啊！順住聖靈去撒種嘅，必從聖靈收永生。究竟當時其實可能就係即係亞拿尼亞同撒菲拉就係用按住即係情慾去撒呢個種嚇，即係按住自己體貼人體貼自己就多過體貼神啊。所以咧，成日睇到第五章啦，好得意呢個題目咧，順從神定順從人咧，其實成章裏邊咧都有呢個對比。所以後來去到彼得咧，被即係去帶到去公會去審判嗰陣時候，佢咪就係五章廿九節就係講咗呢句：順從神，唔順從人啊，係應當啊。呢個就係咧當時即係教會咧，盡量去鼓勵啊，即係我哋唔好欺哄神啊，亦都唔好欺哄人啊。順從神，我哋唔順從人啊。其實神咧好得意，唔係好想將我哋咧，即係有時我哋奉獻啦，頭先講緊啦，我哋唔係講個金額，唔係講金錢咁簡單。其實神，我相信好想我哋咧奉獻咧，唔係八成，唔係三分二，係想我哋嘅全部，去全心全意去奉獻。咁你話我咁多時間係咪奉獻曬俾神咧？我相信神咧有自己嘅計劃喺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邊咧，都有一個唔同嘅計劃。信從神，不信從人。聖靈告訴我們你要去怎麼做，就跟著神去做。所以有時候剛才我們說要認識神，是不是怎樣認識呢？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樣東西，我們要認識神就是怎樣去讀經、禱告、去靈修、默想、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團契學習、主日學、有沒有人還沒開始的這些東西、沒開始今天好開始了、或者開始了很久了又停了一段時間的呢，快啲都開始咯，我哋咧都即係唔單止咧禱告祈禱啦，我哋有祈禱會，每逢星期三都有，好歡迎咧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嚟禱告，去認識一下呢個神啊！唔單止有時祈禱咁簡單噶，仲有神嘅説話去分享啊，仲有弟兄姊妹之間嘅交流啊！特別咧再一次提醒，如果我知道好多在座當中以前有啲都翻主日學啊，甚至有啲教過主日學啊，如果即係或者同可唔可以喺神面前都立個志啊！我哋一年起碼都翻一次主日學啊！因為我相信主日學裏邊咧，我哋能夠一齊去學習神嘅話語咧，都係一啲好嘅事嚇。所以咧，即係喺雅各書四章八節嗰度提到咩啊？記唔記得？佢話你哋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哋。其實親近個原文咧，即係講緊即係 physical 嚟，即係一個肉體上邊嘅靠近，即係唔係思想上，係肉體嘅靠近。即係如果擺喺我哋今時今日咧，話你哋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你就想像一下，哇，係喎，我讀經祈禱啊，翻主啊，學呢啲咧，我就好似真係特登挨埋去神身邊嘅時候，咁點啊？原來神就話我必親近你，咁挨翻埋你喎，係咪啊？其實好形象化咁講緊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如果中意黐埋佢咧，神都中意黐埋你嘅啊。咁啊呢樣即係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在透過各樣東西之中，我們認識神更加多。第二點我想講到，就是怎樣去順從神呢？當然是我們要經歷去被改變，是不是？當時的大祭司和那些人，其實他一路一路想陷害，或者一路想誣告，一路想捉回那班門徒，那班使徒，特別是那班撒都該人，使徒行傳經常提到撒都該人，為什麼他們會滿心記恨，滿心嫉妒，要落手去捉他們坐牢呢？其實是特別令到那班撒都該人領袖是很激氣的。所以去到未到這裡，之前如果我們再看前一點，去到五章的19至25節的時候，就發生了這樣的事，那些領袖就很生氣很激氣。我上次才教訓完你，叫你不要傳耶穌基督，你就今天繼續傳，不單止傳，還傳到越來越多人信，是不是？
咁啊，仲嚟咗一次耶路撒冷復興添喎，真係激死啊！咁所以咧，最後即係捉咗佢哋坐監啦。不過喺監裏邊咧，去到19至25節咧，就神就經歷咗，即係俾佢俾使徒就經歷咗一樣好犀利啊！本來咧就諗住捉佢哋呢班使徒咧去做一次審判耶穌嘅2.0啦，一樣啫嘛，其實照版煮碗啫嘛，審判你啊、詆毀啊、誣告啊，咁跟住咧就叫啲人用釘死你啊，或者石頭打死你咁啊。咁啊，不過咧去到19至25節咧，就睇到一件事發生咗咩事啊？發生咗一件叫天使劫獄事件係咪啊？係嘛？咁啊，我哋知道即係當時咧。被拉的不是只是一個使徒，一班使徒，他用的字眼是一堆眾數來的，不知道捉了多少人。不過這一堆的使徒就一起經歷了這個被神去拯救。其實呢，你看回整件事，就是使徒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我們說要經歷神，要去被改變。其實如果看回這幾節的經文，使徒要做的事情其實是很被動的。就算是彼得他做過什麼呢？其實就沒有的。彼得即係天使帶到佢咧，就開門啦，係咪啊？開門就出門口啦，就吩咐佢咧去聖殿講道啦，跟住帶到公會面前啦，帶到公會面前就講咩説話啦？唔知啲人會審判佢講咩説話喎？咁啊，咁啊就係講咗呢番説話啦，就由29節頭先我哋今日讀嘅經文開始係咪啊？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該嘅，你哋掛喺木頭上嘅殺害嘅耶穌咧，我哋祖宗已經叫佢復活啦，咁講啊嚇，佢又跟住將佢高舉啊，叫佢做君王啊，做救主啊，跟住將悔改同埋赦罪嘅恩賜賜俾以色列人。32節佢話：我哋為呢啲事去做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嘅聖靈，也為呢啲事做見證。啊，點解彼得會講呢啲咁説話咧？幾犀利啊！其實你睇翻彼得嗰班使徒被捉咗監之後咧。其實佢即係我，雖然話聖經冇描寫啦，會唔會喺度大聲嗌啊，放我出嚟啊嗰啲啊，可能都冇，係咪？其實佢哋做嘅嘢真係好被動啊嘛，啲即係有時我哋都係咁樣啊。經歷神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好多環境因素咧，其實我哋真係控制唔到啊，嗬！即係太被動啊，亦都唔係我哋樣嘢都可以控制得到。但係順住聖靈嘅帶領咧，有時都唔需要太多講，即係唔需要太多預備啊。咁啊，記得。即係呢番説話，唔知彼得講嗰陣時候有冇諗起昔日啊？耶穌基督同佢講嗰番説話喺馬太福音10章嗰段説話，佢話：你哋被交嘅時候，咪啊？佢話唔好要思慮要講啲咩説話。佢話到那時候就會必賜給你哋當説嘅話，因為唔係你哋自己説，乃係邊個啊？你係父嘅靈喺你裏邊頭説嘅。咁我相信咧，呢段説話就係實踐咗當日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10章同彼得佢哋講嘅説話。就是这样，其实这段说话都不是可能不是彼得都不知道，总之他被人拉坐监，夜晚天使开了门走到的时候，那些人监狱长人去到找个监狱，那些人捉他出来审问，想着去了哪里不知道，原来在圣殿那里教训的人。其实神叫他做什么？他信着圣灵就去打就去做搞定。所以咧，即係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講到即係順從神，點樣順從神呢？除了我哋要認識神之外咧，我哋要經歷佢，我哋要經歷佢啊。咁第三咧嚇，時間關係，我要快啲啊。咁我即係今日咧一陣仲有啲慶祝節目嘅。咁第三樣點樣順從神呢？咁最尾嗰節啦，第32節，佢講到咧，佢要為主去作見證。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要为自己的事作见证，即是无论你自己做见证或者你为主做见证，其实都是一个见证。我们真的要见证神怎样将他自己将他自己的能力他的说话摆在我们那里，而我们只是要跟随神，即是讲出来就行了。所以即彼得这段说话很简单，刚才我们讲到即其实怎样他要再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先見證耶穌基督就是那個被你們殺害被起掛在木頭上面，跟住呢叫他復活，神祖宗的神叫他從死裡復活，並且高舉他做他君王，他們都是為這件事做見證。我相信彼得他自己因為經歷過這個福音的好處，彼得自己經歷過聖靈的充滿，所以他能夠講得出這件說話，甚至再重新提醒那班審判他們的人，當日你哋所釘死嘅耶穌基督啊，
當日就是你們所釘死的耶穌基督。雖然他好像被神棄絕，但是他第三日他復活了，現在高舉在這裡，高舉在天。所以彼得 他其實就是做這件事，去為神做見證。我們今時今日其實 為主去做見證，除了說我們個人的經歷之外，是不是我們都不妨一定要高舉耶穌基督，去怎樣去拯救我們這件事。所以呢，即有時只是人的見證呢，是不是即有時都好像只是你自己的經歷不太夠，是不是我們都要高舉耶穌基督，他自己真的在聖經裡面曾經做過些什麼。所以我們每一次見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一份信心呢。最尾嗰句佢話：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要去做見證嗰時咧，唔單止你做，其實聖靈咧係同你一齊去做工，一齊去做呢個見做見證，一齊咧喺人心裏邊咧去動工啊！咁人咧先有一個即係悔改嘅心啊！咁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啊，成日我哋話與神同工啊，與聖靈同工嘅一個做法就係咁啊！唔好以為就係靠自己，我哋都係要靠聖靈。俾我哋一啲合宜嘅説話去同人講見證，即係不過有時我哋睇到即係有時有啲教會今時今日咧，可能花咗好多時間去做一啲好大嘅復興運動啊，去做一啲籌備啊、協調啊嚇。咁但係其實如果睇翻《啊使徒行傳》呢段經歷咧，其實好得意。喺由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之後，係咪啊？擺低咗最後嗰句説話啦啊！剛才第一章講過那句說話，去到第五章其實整個時間可能都是維持在幾個月，三至五個月裏面，是不是？但三至五個月裏面，聖靈就做了一些很大的復興工作，不單止讓使徒去經歷醫病、趕鬼，甚至他們講的福音還有很多人信主。所以這個就回應回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二節，他曾經說過什麼？我所做的這些事，他說信我的人都要怎樣？都要做，是不是？並且要做給你更加大的事。所以聖靈的工作不是只是說，我們自己一個人呢，靠我們的力量可以做成。所以我們都有時都要我們等候，我們求聖靈充滿我們，帶領我們怎樣去為人作見證。我相信一定會這樣，有些神蹟奇事都會發生，即使未必好像當時《使徒行傳》第五章去經歷耶路撒冷當時的所謂大神蹟、大奇事，但是不多不少在我們個人身上，我相信都經歷了不少的神蹟、奇事。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最近回香港，其實回想起很有趣，我想起預備這篇道的時候，我都想起，因為我們家鑑團有個團友仔，前一陣子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說話，他說好像他沒有了一種 對生活或者生活的熱誠。我心想有時候你二十多歲了，這麼快沒有了這個熱誠，其實為什麼他勾起我一些想法呢，回憶呢，或者因為其實我相信其實我在來美國之前的我們教會書好一段日子，其實大約十年前左右，其實我也有一個這樣的感覺，真的好像冷卻了。雖然好像對人，特別我們教書，如果對學生沒有一份熱誠就很慘，你對了一份工沒有一份熱誠就很慘，可能因為太多這些行政啊，太多其他那些東西，令到自己都喪失了那份初頭投入教育那份熱心。那時候在沒有熱誠的期間都不知道怎樣，其實不過當時我記得真的就做了一個祈禱，神，如果你真的有你自己的心意，你告訴我，或者叫你燃點回我這個熱誠，讓我經歷到你自己的能力，經歷到你的愛。這些祈禱呢，老實說，特別年輕人，你真的想定你才祈，真的祈了之後呢，神真的會聽的，其實。不過未必可能立刻，未必第二天，可能總有，我們深信神是一個聽禱告的神。所以去到大約十八至十年前，都忘記了一些時間，神真的去呼召我們去做傳道，去出來侍奉祂的時候，其實這個真的很大的挑戰。當時說一下，我不知道你真的呼召我，哇，真的，你想想，一想到一抽東西，你要放下一些東西 去迎接這個呼召，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即係嗰陣時真係有啲諗法啊，特別咧即係特別母親節啦，有時諗下，即係我喺度諗嗰陣時，其實呢好似好多年都唔係好多機會去孝順父母嗬，即係可以，所以可能頭先嗰段經文未必 apply 我身上啊，未必好長壽啊，唔知會唔會咁咧？不過即係可能我自己諗翻下，都冇乜機會，好多機會孝順父母。我家父咧喺七年前咧離世啦，與主同在啦，咁我。即係今次我哋翻香港咧，其實其中有幾個目的嘅，其中一個目的咧都係想趁我阿媽咧，即係喺腦退化未嚴重之前咧，探望下佢啦，起碼認得我啦，唔係淨係得兩個女啊，仲有一個仔啊，咁啊 show up 下咁啦嚇，咁啊其實都唔係好想講得上咩孝道啊嚇，不過即係有時我哋覺得即係神真係感動我，我哋就去做啦，聽從神去講啦嚇。所以咧，即係對於一個七年冇翻嘅香港嘅人嚟講，翻到去咧，其實我哋有好多任務要做啊！其中一個任務咧，就係即係當然對同外父傳福音啦。我都同團友分享過啊，外父就比較難傳啲嘅，因為佢係職業嘅聽職業被傳福音嘅人嚟噶啦，所以你未臨張單張就已經話得，得啦，我睇過啦，擺喺度啦，遲啲睇啊，慢慢啦，最緊要出去食飯先啦，咁嗰啲啊。不過咧，即係講到即係我哋要經歷神啊，要去為作見證嗰陣時咧，反而今次咧喺香港咧，即係我哋有幾個經歷咧，真係好感謝主。我哋要經歷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明明 check 過曬啲天氣係咪啊？日日都落雨喎，唉，今日翻到去都真係唔知點算啦。喺台灣又落雨，香港又落雨咁啊，唉，都 book 曬機票都去啦，係咪？但係結果其實我哋所經歷嘅，就算去到台灣啊，喺香港嘅日子。大部分好似一日咧，真係有少少雨咁啊！其他嗰啲日咧，即係我哋出街都係正常啊。連明明聽日話有雨，但係聽日都冇雨。我哋好感謝主啊！即係呢個俾我哋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天氣，我哋去經歷啦。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即係做見證咧，就係、是、當然我哋頭先講過啦，同外父傳福音咧就難啲。咁咧，我其中一個經歷就係去做衫啊，即係我由細到大都未做過恤衫啊，因為可能我啲即係身體唔係好啱比例啦，做衫著買恤衫咧唔係隻袖啊長啲又好怪啊咁啊，我就係記得以前幼稚園嗰陣時先做過恤衫，我唔知道大家啲男士有冇做過恤衫啊，今次翻香港特登咧揾間去做恤衫。咁啊，佢哋已經見到我哋好怪啦！入到出孭住兩個大背囊啊，落咗機之後，搞掂完銀行啲啊，匆匆去做恤衫啊！咁啊，咧又嚟打劫啊！咧孭住兩個背囊咁啊！咁啊，跟住就同我哋搞完一輪啦，咁啊冇乜嘢啊嚇！咁啊，真係佢哋真係奇怪啊！點解你會啊喺真嚟呢度做恤衫啊？嗰間嘢又唔係好出名啊嘛，你都未聽過啊，華達洋服啊！不過咧，得意在我有一日咧，我去攞恤衫嗰陣時咧。咁就一路度身一路傾偈啦，同個師傅傾偈。佢就開始去問你，因為點解你會無端端做恤衫啊？咁啊，或者問一下啲嘢啦。咁我就一開始講啦嚇，即係即係邊人會做一黑一白噶？白就即係兩件都好似要嚟做葬禮咁啊，係咪啊？咁我事實上真係我諗住，咁佢又咁由呢個話題開始講起啊。咁咧，你又冇翻嚟咁耐啊？原來講下我嘅經歷啊，咁啊，就係將我哋點樣被神呼召。啊！點樣擺低我哋香港嘅工作？點樣去跟隨神？點樣嚟到芝加哥一個？佢以為我哋好多親戚朋友喺度等候迎接啊 ！Sorry， 一個親戚朋友都冇啊！其實咁就將我嘅經歷係咁講俾佢聽，個見證。即係雖然去鋪頭啱啱嗰十分鐘咧就冇人，咁我就能夠同佢一路講我自己嘅見證啊，講我點樣去信耶穌啊，點樣咧帶到嚟教會啊，點樣由呢間教會去認識建立一啲弟兄姊妹啊，點樣被神去用啊？咁所以最後嗰句啊，當然加埋就係、是：喂，你都要啊，你都要信耶穌啊，係咪啊？即係講到最後嗰陣時，諗住啊，即係如果有感動就叫埋佢決志啦。咁又有啲客入嚟啊，即係有時都有啲難咗。不過即係唔緊要，即係我都覺得好感謝主，即係能夠咧，即係喺呢啲咁嘅時刻，我哋都要去見證主嘅大能。唔係因為即係我有啲咩叻，係因為我哋嗰幾樣嘢，我哋認識神，我哋認識神，我哋經歷過神嘅愛。我哋就好似《使徒行傳》第五章保羅佢哋講，我哋都要為主去做一個見證。希望咧，即係一路我哋學做門徒嗰陣時咧，有啲點樣去順從啊，點樣去跟隨主啊，點樣去做一個主嘅門徒咧？我哋都從使徒或者同昔嘅聖經《使徒行傳》裏邊咧，我哋慢慢去經歷，慢慢去學習，慢慢去實踐出嚟，好嗎？讓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
感謝你自己的話語，主啊，感謝你都是去揀選我們一班弟兄姊妹，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你就去揀選我們，讓我們能夠去經歷你自己的愛，經歷你的救恩，你更加讓我們認識你。主啊，求你聖靈經常去提醒我們，帶領我們，讓我們能夠去面對任何的挑戰，更加能夠走出來去為你作美好的見證，讓更加多人去更加認識你，實踐你所給我們的大使命。我們多謝你，我們祈禱感恩交託奉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好，將時間交給宋姑娘。每一年呢這個時間我是最開心的最開心呢派禮物，是吧？今天是普天同慶的日子，再次向各位母親和祖母母親節快樂，感激你們真的對兒女的照顧，無私的愛和關心，都希望上帝祝福你們個人身體健康。每一年教會呢，教會都有一份小禮物呢派給每一位已婚的母親。這樣呢，今年這一份的禮物呢，說實呢其實是很實用啊，還有呢我也很喜歡啊。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一個cooler來的，即係入邊咧，你去買嗱，我哋買嘢嘅人咧就知嘅。你去買咧，買肉啊，買剩咧，你放個冰去裏面咧，成日都得噶啦。啊，每一個母親嚇都好咩？依一個袋咧嚇，你如果你每一次都去用嘅話咧，一年可以因為你每一次都一個袋啦，或者甚至多個啦嘛，係嘛？七個先係嘛？七個先一個袋噶嘛？如果你冇攞去，係嘛？会买买菜噶，你哋七个先。如果譬如你两个袋买多嘅，咁啊十四个先啦，系嘛？即系而家计一计咧，即系每一年啊，哇都悭翻十几蚊啦，系咪啊？十几廿几蚊添啦，系咪啊？悭翻系嘛？咁啊，依一个系小事，依个咧唔系好唔系话即系话好贵重嘅嘢，不过咧好实用吓。嗱，依一个咧我哋咧教会嚟到去预备嘅。物輕情意重，每一年咧港堂先有，港堂同埋國語堂先有，英文堂冇嘅。咁你嚟港堂咧係著數嘅。咁我希望你繼續都嚟嚇。點樣樣咧？每一年咧都係咧乖埋布咧都會咧預備鮮花嚇，預備鮮花俾母親同埋已婚嘅姊妹。一朵鮮花啦，即係雖然咧，嗱我哋琴日做嘅時候咧，阿 Kenny 帶住成班團隊嚇嚟到做嘅時候咧，我每一即係我自己心裏面咧都祈禱嚇，即係每一朵花，當你收到嘅時候，你要記得依一朵花係代表教會依一個屬靈嘅家對你嘅情、你嘅愛、一份嘅關心。好小事情，不過依一個真係教會對你嘅愛心，依一份嘅感情，因為你係依一個家裏面嘅一份子。每一位嘅姊妹，每一位嘅即係我盼望你咧，對依一個家都有一個歸屬感，都希望咧你嚟到去參與教會，嚟到喺依一個教會裏面嚟到去成長，嚟到去一齊嘅侍奉。咁啦，事不宜遲啦，我哋最興奮係依一個環節噶啦。依一個環節咧，嗱咁樣樣嘅，嗱我會咧分幾輪咁樣樣嚟到去叫噶。我哋後邊咧有一啲嘅即係弟兄姊妹咧同我哋咧嚟到去服侍嗰啲嚇。我哋首先咧第一輪咧就係咧喺我哋堂會當中，如果你嘅年紀九十歲以上嚇，請你企起身。九十岁以上的请你企起身吓，哇嘿，你真系哇嘿，我哋都咩啊？有九十岁以上的吓，阿锦义啊，锦义咧，我哋咧即系吓，哇嘿，呢啲系老宝贝嚟噶 ，OK， 呢啲宝贝嚟噶。今年系得一个九十岁以上咋？我哋吓，
哦，係咯，係咯，係咯，仲有係，仲有兩嚇，即係兩個。我哋以前咧有一個咧，有兩個咧係一百零幾歲嘅，因為佢哋而家 move 咗去同嗰啲仔女住咧，就冇翻嚟啊嚇，去咗啦。好帶咗未啊？帶咗啦，係咪啊？好，第二輪咧就由八十歲至到八十九歲，依輪多啲噶啦。你係八十歲至到八十九歲，請你企起身。哇！嘿，依輪肯定多啦，係嘛？依輪肯定多噶啦，係嘛？八十歲至到八十九歲，所有嘅人咧都企起身，係嘛？即係我哋唔需要邀請啦，即係你即係你自己企起身都得啦，係嘛？企起身好嗎？即係依一啲係一個係一個係咩榮耀嘅事嚟噶？你知唔知啊？係嘛？年歲係上帝俾我哋嘅係冠冕嚟噶嚇。哇嘿！喂，依後邊有啲係咪唔夠人手啊？喂，係咪啊？依邊冇依邊啊？依邊啊？依邊啊？啊！依邊啊？系啦，嗰边啦，嗰边系啦，好啦，请问仲有几多鲜花啊？唔系啊，嗰啲襟花，仲有几多啊？仲有十朵啊？六朵啊 ？OK， 好，而家咧就七十九岁，边个系七十九岁嘅？七十九岁冇吓，七十八岁，七十八岁都未啊？七十八岁吓，有啊，七十八岁，七十七岁有冇啊？七十七岁。冇花啦，冇啦，仲有一朵唔好啦，真系如果你真系多一个人咁啊，冇就唔系咁好啦，系咪啊？好啦，嗱，系啦，冇派晒啦，系嘛？嗰啲咩啊？而家咧唔緊要，因為咧依一個咧，以下落嚟咧，嗱依一個咧，每一個已婚嘅嚇，每一個已婚嘅都有嘅姊妹 ，OK， 每一個你結咗婚咧就有噶啦 ，OK， 結咗婚嘅人就企起身可以咧嚟到去攞一朵依一個花派啦，可以而家派啦，啊！啊，企起身好嘛？每一个吓已婚嘅吓都可以咧嚟到吓，有可以攞噶啦，你结咗婚就可以攞啦。上面啊，喂，上边啊，喂吓，上边啊，前边啊吓，哎，依处啊吓。仲有，因為咧今日咧個花應該足夠嘅。你哋咧，譬如話你哋嘅母親唔係即係冇今日嚟出席嘅，你哋家人嘅即係親戚朋友嘅嚇，你都可以攞俾佢哋，好嘛？因為你問我哋嘅招待攞就得啦。你嘅親人咧冇嚟嘅，你都可以攞俾佢哋嘅。啊，阿 J 可以攞俾你阿媽嘅嚇。好嘛，你哋都可以攞嘅，可以攞嘅。Helen， 啊，前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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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唔紧要吓。嗱，你未攞到花嘅，请你举手吓。冇攞到花嘅，请你举手就得啦吓。个个都有嘅，个个都有嘅。好啦，我哋一齐鼓掌，
即係嚟到去咧，去嚇俾我哋嘅神，亦都俾我哋呢個在座嘅每一位嘅姊妹嚇。好，我哋將時間交俾阿梅德雄啊執事嚟到報告。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啊，真係愛心爆棚啊！我仲記得細好細個嗰時候咧，有首歌叫做《世上只有媽媽好》嚇。咁啊，希望下個月咧父親節咧，唔知有冇咁轟動咧嚇。OK， 喺度咧我哦未派袋啊，哦仲有袋添啊，你話幾豐富咧 ？OK， 咁啊請各位母親咧啊企起身啦，咁我哋將會有一個愛心個包包。你哋攞咗咧就可以坐翻低啦。OK， 如果大家攞好咧，就坐低。應該是派曬啦，係咪啊？如果你仲未有咧，你企喺呢個座位企起身啦，咁你可以俾我哋睇，啊啲弟兄姊妹可以睇到，可以啊俾個啊個袋你。OK， 相信個個都攞到啦，係咪啊 ？OK， 好，哇！真係今日好開心啊！咁喺度代表教會咧，再一次歡迎今日弟兄姊妹朋友咧翻嚟教會啦，有一個啊敬拜嘅時間。而好開心咧，俾我哋藉著呢個時間咧，啊敬拜之後咧，有一段時間俾我哋有一個對母親一個回應嚇。咁啊，希望大家翻到屋企咧，都有啲對母親有啲表示啊，唔好一陣完咗就話哦唔記得咗啦嚇。OK， 好的。咁啊，其實咧今日咧就真係充滿愛嘅星期日啦。咁一跟完咗之後咧，啊一點鐘咧，眾恩團契咧，佢繼續會有佢哋嘅團會。他們今天會慶祝母親節，主題是愛的標記，所以我今天我們唱歌又有愛，每一個說話都有愛，希望我們真的用我們的愛心能去表達傳揚神的愛。在接下來這個星期五在10點至11點鐘主愛一家親，又是主愛，就有一個網上的報道聚會，希望弟兄姊妹你介紹這個聚會，這個網上的聚會給你未認識神的朋友，去有去接觸到我們的愛，認識基督。在下個禮拜日我們將會有一個義賣籌款，是為到台灣短宣隊，將會在11點半至2點鐘在我們的教會體育館裡面。如果你有事想有些可以怎麼說是捐贈的呢，你可以聯絡在英文堂的姊妹 Anna Chu， 你可以聯絡她，如果你有更想知道更多明白那個她們的需要。在當日5月21日下午，我們將會有一個橋港區的社區安全探訪，她將在2點鐘至3點半，如果你想參加，你可以在上網上的網址 CCUC.net Safety Walk 那裡你可以報名。現在我們請戴牧師為我們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各人同在，特别是今天的母亲节，求主你的恩典，你的爱，建立我们这个家，愿我们弟兄姊妹都在里面学习彼此相爱，从今时直到你回来的日子，阿们。各位默祷之后可以大家聊聊天，接着默祷之后就散会了。